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白佩如。佩如感谢所有乡亲的支持与爱护、捧起与照顾。在去年，我们一起努力完成了汐止分局的启用，也顺利的推动樟树国中改制为樟树国际实创高中。在未来，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，为地方的建设打拼加油。新的一年，祝福大家开运福来、平安健康，大家恭喜发财！